公历八月十四日的日期是2021年8月14日，是公历一年中的第226天，闰年第227天，距离年底还有139天。闰年的八月十四日是八月十五日，今天是公历一年中的第226天，闰年第227天，距离年底还有139天。距离2021年8月14日年底还有139天，这意味着八月十四日距离2021年12月31日公历一年的最后一天还有139天，距离闰年八月十四日结束还有139天。这是因为八月十四日是公历一年中的第226天，闰年第227天，平年有365天，闰年有366天，因此距闰年八月十四日结束还有139天，公历闰年的八月十四日是八月十五日，今天是公历一年中的第226天，闰年第227天，距离年底还有139天。